并没有这些受想行识的东西，一切唯心造啦，啊，反正就在造这些东西。那我们在前文里面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已经说明五蕴本身是虚妄的，也就是真空实相的离体中没有这些虚妄之相，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复而说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，阿弥陀佛。